就是老吃肉吧，就感觉没吃主食一样。都啥呀？我往这儿要打烊了吗？没有，下班了是吧？那我想喝回头汤，其他地方还有吗？回头汤有，回头汤有是吧？不，没事，你给我来一碗，我带着走。好，谢谢谢谢，这就是回头汤。这就回头汤。我给你开个灯笼，还有灯特别亮的。喝一碗，这甜甜的、咸咸的那种，配上上面这个芝麻，对，芝麻和这个花生，这个糖，这个就香了。嗯。这灰豆汤舀起来看着跟喝一碗珍珠奶茶似的，吃完羊肉再喝这个就有溜缝的感觉。哎，这个油糕怎么办？有热的吗？拿一个那个玫瑰白糖的。刚吃完羊肉，吃不下了，但又感觉吧，不吃点主食吧，要少点啥。这个，啊，这个炸糕真好吃啊！不是，他跟那个吃到后来，他这有满满的一包馅都在下面，不知道是不是重力的缘故，就是它都在下面，所以这一口吃，啊，超爽，是吧？等会儿我再买一个。哎，到哪儿了？哦，这儿。再给我拿两个，就这个白糖的这个好吃。这个油糕真的，白白的，里面就是玫瑰白糖，还有芝麻，就很香甜。吃完羊肉，喝点回头汤，再吃点这种主食，就特别有助于消化。太好吃了！那盆儿。来吧，我葱香四溢，又脆的咯吱咯吱的。还想拿个橡皮夹，夏天就是消暑的。哎，对。啊，有那个杏干那个。嗯。哎，就是我们那小吃特色。啊。哎呀呀，后悔了！要不是为了你们，今晚就不吃那么多了。哎，这吃是吃成了，哎，明天跑远点转转吧，消化消化。